情浓茫烟抹浮雕，初为你成何无聊。他被誉为纯欲天花板，深受粉丝的追捧与喜欢。他长着一张清纯可爱的脸庞，给人以初恋女友般的感觉。他的笑容十分治愈，犹如阳光般明媚温暖。他就是七七，美妆颜值博主，来自重庆的女孩，今年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。她的长相十分甜美可爱，是大多数青春期男生喜欢女生的长相，因此她在全网也有了比较高的人气。不依靠擦边视频，仅仅依靠自己的甜美长相，而迅速积累了20多万粉丝。她也是最近新晋的网红美女之一，虽然20多万粉丝不算特别的多，但在短短几十条视频就达成这么多粉丝，也足以见得粉丝对她的喜欢。她的每个视频风格都是走的甜美风，看到她视频的人会不由自主的姨母笑起来，勾起了男生们对初恋女孩的想象，对青春时期追女生那段美好时光的向往。除此之外，她不仅深受男生的喜欢，不少女生也对她情有独钟，谁叫她长得这么好看呢？我怀疑她是吃可爱多长大的，不然怎么会长得这么可爱，让人有种惹不住想去保护她的冲动。难怪女生也都喜欢她，毕竟哪个女生不爱美呢？介绍到这里，你对七七的第一印象如何？她是你心中的那个最佳女友人选吗？欢迎在评论区一起探讨下。